列专题报道，今日带大家继续来看一百年来文化发展的历史地位，还讲一步一脚印行过的飞呢。先前由抗日文化作为二次大战结束台湾功夫，还讲现在作家面对时局又安泰的变化，展现过档案敬爱的一面。像吴楚流、钟少珍，韩国本土四位诗人代表突盘冯杰，本人讲系跨越语言的一代。一年数日本教育，本人要求用汉语、国语、三国南边系自家的母语合法，用来克服一条现实，留下蕴养的文化创作。来看一年的故事。1945年太平洋战争过后，日本投降。50年代台日本帝国推翻，抗日历史，国民政府遣退，带来的祖国侵犯，也带来的国语危机。都推翻了的土地生存的你，面对语言的转变，变作了跨越语言特别的一代。从日据时代到战后国民党时代，要说台湾作家面临的困境，不外两个大困境啊，一个是语言的困境，一个是思想的困境。一流独姓中五种土豆特别示范的土盘凤杰，系家用是罕见的五姓地区分词，出版过《东风富家日文日记》，不过发文能力强到小学的长途，专门去选择用七家的母语，咩就系客位来创作。一直到80年代整个政治松动之后，对于客语的这个部分的书写，我觉得他自己是有个期待的。他的那个客语字典是不离，就一定是在他的那个书作中。我这个还蛮多个客家，客家是这样，我已经是用客家写诗，讲写个新曲个难题啊哈，而且意大利个状况啊哈，是像安尼客家人哦，哦，才出名。哦，全世界人是建筑的，还是几个两个像个客家花，像几个田庄的花，啥变意大利的国语。学校一种语言用积累表达思想到创作，需要20年。客家是个作家从土盘、钟少珍、杨锦忠、吴楚流了掉，都系跨越语言的一代。记得吴丹强为克服语言的障碍，客家为超越的系思想上的限制。不是日本语，也不是中国语，阿西亚的古语是改用是台湾人东分论的新分认同。新竹新埔的汉语吴楚流，都1943年开始写，日本书的翻译，国民政府过后出版，都在改念失退，变作了禁书。当年没得写的，为写的，你做个破摊龙的，当破摊的眼落落的。做龙的有嘛？木诶，做诶做咩咧？做个龙诶吼，就利用假期，了一礼拜写好的东西，带着萝卜、太毛布，一个萝卜不苦呢。一般人来做它，从讲啊源远流长了哈。但是呢，我做的是人，给他要的忍辱负重啊，忍辱负重。台湾人潮有写，日本潮有写，关键。台湾人啊，是像些龙都的雕，知道吗？忍住过生活了。你还一个充满了各种惊奇飘逸的年代，面对国民政府突进国语的语言化困境，你从了打破了思想的障碍，甚至发行了台湾文艺杂志，为本土作家打造了创作舞台，还开影响了战后众多的台湾作家。我想钟兆镇、李强都是，从陈映真到黄春明的乡土文学，也一样受到他的影响。应该说，在整个光复后，好几代的台湾作家都受到他的影响。受到企业界全面提敬仰，不按严肃界社会气氛，系台湾作家界心酸血泪。不过，未系从众能量，其中年纪代表一种，日本后台人看到一种。很到历史代表的运势。客家新闻潘景禄、汪小七特别报道。